黑黢黑，黑的你在干嘛？你在许愿？是这？我好恐怖啊！在这个地下，这一群女人，我们现在要开始玩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八个人里面只有三个人是女的，是我、你，哎呦，恭喜你！还有谁啊？还有孔雪娥，还有玉言。我是玉小姐。玉小姐，哦，就你本人是吧？这一件的衣服啊，挑一个合适的尺寸换一下，闪亮化妆，是的。然后我们梅小姐是哪一位啊？梅小姐是这个马甲啊，梅香。这个衣服啊，顾小姐真好看。然后有裙子和那个。顾小姐真漂亮。然后剩下的五位放好东西来跟我来哦。剩下的五位就是说，这个所有人里面只有你的鞋。等一下再说，我们是男人，把衣服换完再说。这个所有。设备是不是你认识的？这个我的货也不能带，带了就玩不好了。我们这些男人开始了。你是什么？来黄冠老师，我看看金先生。龙宝，叫什么？这个吗？我配你的字号，然后还有李先生是什么？你换完了？我是黄团长。你是黄团长啊？我是一个黄老板。黄老板，你可真帅，太帅了！黄老板，你是谁啊？王先生是哪位？王大厨是这个啊？王大厨，对，大厨，我是王大厨。哎，我也很帅的，看上我吗？然后这是吴老板的衣服啊，吴老板，哎，我不是王老板吗？吴老板的，我穿风衣的。里面，来，不好意思，小姐姐，你的衣服。快穿吧，王大厨。小姐姐，你的衣服。王大厨，选完没有？王大厨，最慢就是你了，王大厨。哎，你这个真不错，风衣。有一种就是说恭喜发财的意思。走了走了。太好笑了吧！你像一个黄包车师傅。好了，走了。来照，现在终于亮了。妈呀，周子倩这是全场最好笑的一个女人。费清源，快来照相了。大家现在以为是在照相吗？我在拍视频。这个是，你是谁？玉小姐。你是李军官，李先生。你又哪？黄小姐。先生啊，金先生。你是吴老板，你是梅小姐，你呢？黄团长，黄团长，哎呦，你这个团长感觉不太有下面没人的，哎呦，这位少女是依萍，你是干嘛？孟萍小姐，这位是大厨，我是个大厨。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体验，这个就是我们的，咦，我怎么把这个天子玉带？天子玉还你，被我带出来了。我不明白吴老板第一天为什么被叫出来了。我可以把每个人的身份先介绍一下，那吴老板的话，吴老板因为他为什么今天晚上会被叫走，是因为他有他的任务，在仙乐寺的白鲁里给他一个任务，就是他有一份赃物要给他，想让他帮他去卖掉。他当时是这样说，他说，我仙乐寺虽然白大家大业大，但是啊，你这吴老板他竟然去了店铺最做的好，今日内奸，但是我没有疯狂栽赃。有几个相信我了呀？还是对，完全相信。因为这个任务虽然简单，但是你要给大家开启洗脑的模式。他就一直在洗脑啊！他栽赃报复。美丽的女人就是没有办法听其他话，你知道吗？他给我们洗脑，因为你做的是坏人，是坏人。对，那你做的很成功。是的，那太过分了。内奸。那 boss 是哪一个？啊，对 ，boss 任务的话，他有你们去那个板桶的宝箱，今天晚上开了吗？宝了吗？宝箱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当天晚上就开了。开了，开了。那个宝箱是411是吧？114。那个密码是411，就是可能你们啊，411114啊。我。但是那个女的没有给你们什么正确的呀？哎，刚才给了呀。家世显赫，才华横溢，才华横溢。你不是那个吗？但是我没有家世显赫。家世显赫是 boss。哦。对，那他的话就是能说会写。啊。Yeah, boy, tell me. You're my phone, stop, and happy when my question, cause you're my secret. Hubba, hubba.
聊天。